四百零公，四百加四百，偌济？八百。两个人计较，后尾唔免八百，唔免五百，你去探看卖，无五百，甲你探啦，先加钱的先赢三百就好啦。这两块拢送你啊，全部拢你的三百块就好啦。来三百块，路易千嘛三百就好，三百块就好啦。路易千拢收啦，拢是啦。收袂，吼，我这坚持无，来遐一个。我这个真牛，差不多三岁了吼。我咧看人做阵的，差不多大岁了吼，三百块要起来，拢有啊，谢谢。我这坚持无爱卖百五，是啊，因为我真正趁恁足少，我当天去做，我无可能卖恁百五，卖你若要来，我才变这只俗的，无可能搁卖，卖搁卖两块，你要卖两块，家己去搭卖场买票就好啦。你若要来，我这路易千嘛要卖两块去搭卖场，直接卖就好，啊无去菜市啊买就好啦吼。因为我卖过上只，算足俗的俗的
吼，我甲伊看人，莫讲送卖啦，吼，比我这细一百公克啦，比我这细块一百公克，拢一袋卖八十九块啊！啊，你感觉我这袋卖偌济？卖百几块算正常诶，吼，我无白甲你讲诶，啊，我一袋卖七十五块尔吼，来，这排骨酥，这两个真正咧正常，来一包十三至十五块吧，想要食毋免三包，嘛免二啊五，一百落啊，来一百块，若要食话一百五，收钱，收钱一百块落啊，免卖到遮济，卖一百块落啊，吼，头前个坐起来，一百块收钱一百块，然后卖一袋嘛落啊，好，后壁啊。四个啊。中包。阿妈，我这，我给我爸，我处理好啊，我爸，几个？四个。六个，你们谁啊？啊，三个，四个，几个？你们谁？哦，这是我的气气啊！大刚，你别三百块啊，有人拢会惊哦，卖惊啊，直接你就干嘛买一只啊？四个啊，五个啊，六个啊，你无谁啊？来一千呢？真保守啦，一波一波来我。爸，阿成哥的。好，加一波水也当过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啊，迄个做恁哥要食啥？我要一个龟盘。龟盘啊？哎。来，放下那边嘛，无去那个。我俩。无去啊，一个沙包啊，那个袂用啊，沙包保守就好。这个当时买的，二四六八啊，几只？来我问，来我两条。好，六八。我交这一条，你提十八。哦，这十八包。我叫我提十。你的处理。行啊，行啊。我叫我换了，我你是来六八，给我讲。来两碗的。鱼蛋，鱼蛋。啊？鱼蛋。啊？来，上面吃鱼肉诶，五百落啊！啊，起来！一条吃到煞就五百，两条就一千啊，五百落啊！这条过来啊，这条过来，啊，一条百几块啦，这条过来。来五百个，要吃鱼肉拢无啊，五百块，拢有啊，两百落啊，来四条块。来三百，来三百块多。来最后一个三百，上面也拢无啊，再来三百三。三百块多，你讲不是？你讲抓批落啊？抓批落，包过去啦。好嘞，那个快出来几多啊？鸡腿卷，鸡腿卷无啊？两碗菜，大中块三千六百条，你讲全部够好用。哇，三千六百条。哦，我收三千六百条是几钱啊？那些在那边讲的啊，全部加来二十五千啊，啊无够啊，三千六百条，三十六千啊，明仔人家手中可能总裁想好啊，哦，迄拢袂好袂讲的啊，啊无我若有记者前全国，我就唔再来这赚钱，那咪空的个。哎，你个要食啥物的无？那无要开始唱歌啊？人到啊，要唱歌啊？你有要买菜无？要点菜无？那无要买要唱歌啊！你买去啦，最后一千拢我一千五啊，收到。好啊。两百好啦，两百好了啦。哎，我看人有你几排啊？一盘蛤蟆，一瓶七个人计，十块了，够了，十块了啊！这个还包十四包去啊！拼起来了啊！收收，该结束啊，结束啊！还可以摆些物件，你拼到，凊彩你摆啥拢无叫你送好啊？无啊，没有了哦。无啊，无啊，卖个过啊！哎呀，摆些。青菜啦，哎，排骨，哎，卖排同款的啦，系啊，酸菜要排三包嘛，我见啊，酸菜排肉锅啊，拢会动啊，没有关系啊，随便就可以啊，套别的面啊，很贵的排啊，蒜泥是要几箱？你两箱哪来啊？来上面食这腿排，完味的拢无啊，五个钱起啊，几了？两百了啊，几两百块拢无啊？三个，最后两个两百块加腿，最后一个两百，最后一个两百，还有一个，啊，阿爷，来去装包，随包随起，一个十袋，随包随好我就好，来。迄个啊，阿成，酸菜排骨，迄个摕三斤的底，阿边啊吼，爱甲我迄落，爱甲我熟起，阿袂细菌去哦。三四来五，
来，是否是着爱挂清楚？哦，卫生的问题。来，有人要食这无？酸菜白肉锅大鼎的哦，皮包内底拢料的哦。我来讲哦，你拢莫买济啊哦，因为我感觉我的物件有信用有到遐，品质有到遐，食材有到遐，你拢先试食好啊。啊，我相信这个物件食，我相信啊。哦，过年这个货应该都卖到足好个啊，我有信心啦啊。来，大鼎啊。啊、哦，酸菜白肉锅，牛肉咯一只也500了对吧？那像这个物件餐厅只一百，这个愈贵啊哈！全部一平四个人客，你当然用我小食食了啊，200块咯，来200块上大包酸菜白肉锅200块，来200了啊，来200块个要食酸菜白肉锅，啊这里边一包真正要求好食，汤头都赞200块了啊，这包讲你啦，来包过，来个一个，200块个要酸菜白肉锅，你大鼎然后这边拿这个汤头，开200了啊。200块，谢谢，感谢美女支持。200块要吃无？开200，谢谢，拢有啊，谢谢大家，走。来，签了。没了。签了。没有位置了，不知道退回了。我们。这个冰块鱼啊，又来。再，再来要吃啥？白带鱼啊。要吃啥物？你走去吗？见面前话撇的，卖了。一个人过来讲，来一箱给我，两箱无味啊，这拢袂好袂讲的。来，搁有买啥？搁有买点啥？百吉啦，百吉啦，有百吉啦，给。来，百吉啦，要食免300鱼啊，我开200落，200块，200块落啊，今仔个会员参考两款，你无用嘛，平常当来出来嘛。来，白带迄个百吉啦，啥物食？即个一斤菜只鱼啊，我200落啦，200来啊，一斤搁送你免钱啊，两斤落你啊，等下哦，还袂衰哦，再搁来哦，200块落。百吉啦，搁买啊，200块。百吉啦，搁买食无？啊？再搁食。来，听下讲。计处理好，车搞用用哦，后下弄唔对。但处理好，拢啊服务好啊，200落。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200块要来，我过来。百只200块要吃无？有我就收啊，谢谢，感谢各位，收。过来要吃啥？阿姨，今日你做一个主角啊，点一盘菜来看。哈哈，我未晓。啊，去海产大食饭安尼，我要点啥个点来？大碟细碟，来大碟去。我来讲啊，算你今日嘛，一个要一箱了，拢要无啊？你要买大碟，起啊，起钱起啊，紧接大碟哦，300了，免500，300大碟算你。300块了啊，这碟搁送你，这碟搁你啊，300了。阿妹，吃点个点啥？剩这三个啊，拢存无几包嘛？好，我来我知影，300要吃无？鳕鱼，拢有啊，谢谢，收个，来，来，包过，好。300要吃无？300块。鳕鱼啊，好啊。好的。今天有回钱，你唔想讲我吗？好的。我跟你聊聊咧。休息。我现在跟这个嘛。你来来讲，你当正好了。好像无得出门了，这间公司是安尼，真好。哎，伊个股份拢无咩其他买啦，哎，多利鱼排其他买啦，拢其他无同个啊，卖个人去买啊啦，这人去嘛买来啊，咩拢其他买啊，鲍鱼嘛其他买，拢嘛白买啊，鲍鱼鸡啊，鲍鱼啊，剩十几箱尔啊，啊，提了排骨简单咧嘛，拢白买个啊，这是其他买啦，我随便买，等我一下，你买啥物？聊聊呀，我等一下帮你卖啊。来，这个200上便宜的，那个这腿牌，你要四个，你要一个。啊，我先来台湾请教，看有人要食鲍鱼的，这退冰会当吃啊。这我是来做恁卖了鱼啊锅加鱼啊锅，那个500啊。这四个1000啊，免1000啊，先给钱的先拿500了。你甲我买500，这两样我卖袂，搁送互你300了，来试食看卖300块了。来包伊规盘拢你的300，上面就300块，300块了300块，300块了300块。谢谢，收起来不要讲。啊，有人要食这无？铁路排骨，最后一箱嘛。最后一箱。哎，铁路排骨拢无啊，人要食无？200块了，这排骨啦，当用千的了啊，200块。好，进来。200块了啊，200块。Okay.看到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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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两百个要吃哦，排骨啦，今天前天啦，这提过来啊，这提过你啊，这提过来几个啊？这个来，这个来啊，这个来啊，两百块尔。两百块还有要吃吗？铁路排骨，来左边搁一个，来先两三啦，是啊，收钱啊，多啊，六个，来吃了。两百个要爱无？美女你要吃吗？这个真的好吃，你相信哥哥。两百块而已，两百拢有啊吗？还有人没有买到的吗？拢有啊，无我们收起来了哦。谢谢阿里阿东，感谢各位，收。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这个吗？日式学，免钱免八百，这日本料理炸鱿超过300了，这两个就600，拢未了，拢无啊，两个人加搞袂落啊，200了，200块。来，两位。我这两个多，拢未了，拢未了，来。来，来手头睇下见不？你上好食啊！这支吼、哦、有一点辣，微辣啊，袂作虾米啦，吼、哦，袂作虾米，这支啊，落粉的鸡腿拢无骨的哦。500片哦，300了哦。一支你卖，你卖卖八了，我保证你调的。300块，一支300，拢无贵嘞。三支哦，你四支哦，你五支哦，你一支搁上来，一支过来，来300一个人平常，来300块了。迄、那个高温的鸡腿大支啊，300块了，300块。啊无，一支搁上来，一支搁你啊，加你啦，一支搁来啦，全部拢来啊，300块啊，最后一个300上面啊，最后一个300上面。不啦，无收钱。